得到我们主人的祝福。你又剪石头干嘛？来，各位朋友们呢，也可以注意到哈，我们的女祭司呢，她还会口中念念有词。那这个念念有词的部分，哇，有谁的屋子啊？大野狼啊！大野狼。来了，大野狼来喽！好，大野狼来喽！太暗了吧？不会。谁的屋子啊？我的屋子。在你的屋子啊？不要捡地上的东西。来来来来，但是常常待着。大门口这来。来关门。会关门，好脏。好，就在这儿。在这儿。哎，走了呢。那现在就先回去休息，那么就休息，那就休息一下。我们马上来为大家介绍这项属于台湾组的。哎呦。